此刻是新宇，大家，我是呆梦，各位看客老爷万福金安，感谢各位捧场本期的最佳盘点。说起灵药，我相信老观众都非常熟悉，曾经黑暗势力 OMG 的当家打野选手灵药，敢于操作敢于开团的风格让很多观众喜欢，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位老将的生涯五大成名时刻吧。关键抢龙林峰韩国2014年全球总决赛 OMG 对战 Nagi 的比赛，35分钟 Nagi 站好了位置开始 rush 大龙，此时灵药一直在龙坑上方寻找机会，看到队友已经动手，灵药跃进龙坑，看好大龙血量，一个惩戒成功抢下大龙，一时间 Nagi 战队溃不成军，四处奔逃，此时的灵药都高兴的笑出声来。打过来，灵药在这边就靠你了，灵药进去吗？不用进去，直接秒掉了，灵药进去抢龙，能不能惩戒回来？抢回来了，灵药拿到大龙，抢到了。对，我给你惩戒怎么样？关键是我抢回来了，这一波八金白盾瞬间爆炸。东方神僧的阿善惊艳全场，2014年全球总决赛 OMG 对战 Nagi 的比赛，32分钟 Nagi 卡萨丁妄图绕后，灵药盲僧发现也不多 BB， 直接就摸眼阿善将其踢回，装过头的卡萨丁金身完了之后闪现加大招跑路，但是大哥已经绕后拦截了，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二哥看戏过深也被留住，随后便交出死亡闪现躺在原地，不是特别多，等一下他怎么上来买，他还想上来买，还装，你要能不能留下他？回旋踢踢到了，叫你装。到这里 safe 应该是瞬间要被秒掉，闪现还是要被秒，大哥跟上，晕住个劫，血肉超上，劫应该走掉了，漂亮，大哥一个大刀直接收掉，还有封了一个吹啊，可惜没有吹血，这个中二塔大哥还要追，还要追，瞬间慢，闪现过去。灵药凶悍打野干翻 SKT， 2013年全球总决赛 OMG 对战 SKT 的比赛中，早在三分钟灵药就已经来到上路，面对一级的凯南直接开打，留好的 Q 技能追击闪现的凯南，配合飞机拿下人头，随后调转枪头再打奔迹，奔迹插旗逃命，灵药闪现跟上，在奔迹闪现之后一发精准天音波命中，直接冲到塔下配合小伞再度拿下人头，这一波就能看出灵药凶悍的打野风格。Piglet play that bottom lane for them to get that control. Oh, what do you know? Already level one, they knew they had impact back. Forced to flash. You don't take that rush as Cannon to level one. It looks like he's going to be going down very fast to Son there. And it looks like they may be able to continue. Bengi trying to help. This would be a double buff transfer. Oh, he hits the Q. He follows the Sonic Wave and he gets the safeguard out as well. They've just stolen double buffs.你想当一秒的英雄还是一辈子的懦夫，正是这场比赛2014年全球总决赛 OMG 对战 Nagi 的比赛，23分钟灵药做了一个在当时任何一位选手都不敢做的操作，本能活命的灵药选择卖自己留人，跳跃上前 W 减速众人，给了 OMG 其余队友收割的机会，这一跳也成为历史上的经典一幕，在那个时代这种卖命打野真的也只有灵药了。大树踢了这个位置，我的天，哎呀，要被夹住怎么办？这里要被包，但是大哥有贴，能不能支持住？只要等等大哥过来，这波还是能有赢的机会的。看大哥来了，这边登场，大叔不是很肉，没有魔抗，大哥直接上去撸了大叔一关，大叔有点顶不住了，芙蓉他在后面，然后路，现在刀了，但是白盾自己倒被包围，一样残血在减速，飞机轰，继续追，但是小闪没有蓝啊，没有蓝，你要这个有点多，你要这个有点玩命的，追大哥进去，一号点招。封林这个 Q 漂亮，吹起两个人，怎么说两边都残血，打到拉到两个，真的无所谓，这两个人血非常的满。对，发条这边伤害不是特别够，飞机这边接 W 上来。哎，闪光你没有蓝啊，定住，可以的，收掉，漂亮。那这个小龙是能拿了。灵药真的拼。对，灵药真的是拿命在拖，对，拿命在拖延。对，这个人是不要 KDA 的，我们看到了，就拿命拖延。团队型打野。刚刚那波就是大陆上去减速挂上，他自己是必死的。对，他真的是完全无所畏惧，等一下就死了。真的，国内很少看到这种有血性的打野，我说实话。时至今日都是经典一幕，2014年全球总决赛 OMG 对战 Fnatic 战队时，最后这一幕我相信各位都比我熟悉了，灵药螳螂极限守家50滴血逆天翻盘，真的是让全世界都为之动容，实在太刺激了，最后翻盘连解说都激动的流下眼泪，当年的 OMG 真的是让人热血澎湃。这边兰博单人的话感觉推还是有点难推掉的、啊、但是他只需要拆现在的基地就行了，赶紧回去守，给一个大招 no 打上的这波是送，对，他在送，不要畏惧，但是这边的水晶被打的血量有点多，漂亮，
是大斯特，但是因为希特拉已经来了，如果其他人不回来的话，没办法了，队友队友被留住了，被留住了，这边的话中路被希特拉点掉了，哎，跟他对拼呀，跟他对拼呀，还可以，还可以，瑞兹过来，瑞兹过来，这边开一个中亚，有机会，有机会，又来了一个蜘蛛，蜘蛛了，蜘蛛秒了他，秒了他，杀他，差一杀，差一杀。还有一个大卫不能让他垫高，不能给他垫高，出去打，出去打，出去打，把这个大卫拦住，水晶复活，水晶复活，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守住了，居然守住了，还有机会，还有机会，看他，瑞兹已经来了，瑞兹从后面绕过来，闪现，瑞克雷斯，杀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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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奈斯，没有瑞克雷斯，现在 Flag 四个人真的可以卖，又死了，秒掉他，完了，完了 ，Double Kill， 漂亮，漂亮 ，Double Kill， 奈斯，再见。OMG 赢了这一场漂亮的翻盘，71分钟。OMG 在职业赛场上，总是有无数经典为我们上演。呆梦也将继续为大家盘点那些发生在职业赛场上让我们震惊的时刻。如果你觉得呆梦视频做得不错的话，欢迎点赞、评论、收藏支持一下。如果你和呆梦一样喜欢英雄联盟、喜欢职业赛事，那么一定要点个关注，收听呆梦视频，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最佳盘点。